Docker 是一个应用程序执行容器，基于 Docker 我们可以非常方便地发布应用。今天我们就来分享一下如何在 Docker 中部署 V2Ray。 我用谷歌云主机来做演示，如果您无法申请谷歌云也没有关系，哪里的机器都一样，我只是为了方便在谷歌云上做演示，您完全可以在其他供应商的主机上来实施本集的内容。
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非常感谢您的观看，祝您平安喜乐。